我是2001年嚟香港嘅，咁我係江西人嚟嘅，咁啊應該都係嫁過嚟噶啦。原本從事飲食業，今年46歲嘅華姐，一年前就同社企合作，經營一間合作社餐廳，廚房淨係得佢一個人。家庭式噶咯，我啲做呢啲嘢啫，技術都麻麻地啫。不過就係呢個材料，你用真啲，同埋你簡單啲，唔好話太真啲太複雜。90%嘅食物都係由華姐由零開始製作。其實我哋冇味精，冇雞粉嘅，雞粉仲差啦。調味粉就自己打嘅，咁就用翻啲腰果、海帶啊、提爾啊、煙花蝦啊。同埋紫菜啊，咁要俾佢烘乾佢，跟住打碎佢咯。單一個冬菇粉嘛，冬菇粉或者係嗰啲提爾啊，做個多少少營養咯，同埋個味道啊豐富啲咯。其實唔一定要預落機嘅，唔使，我就用電飯煲都得嘅。電飯煲咁，你晚黑整完，淨係俾佢菌種同埋牛奶啫嘛。我到天朝已經係要暖個魚落啦。我呢要放600克麵粉，就300克啦。咁就即係一半，一般出邊就係起碼到3/4到咯，麵粉同牛奶俾你多啲果仁咯。其他其他紙，其實呢啲雖然唔係好貴嘅嘢，其實係。是比較營養的果仁咯。當初決定創業，只是因為個仔開始到中四嗰時咁出嚟食飯啊嘛。咁嗰時咁樣個幾多錢一餐啊？我話食咩飯啊？咁嗰時就好似覺得，不如我自己煮俾只個仔食仲好啦。即係自己能力唔係好高噶啦，不過諗下即係做一日做人嘅餐，咁我可以維到肚皮啊。咁就即係咁又唔使做啦咁。即係做到咁辛苦啦，咁你中意煮嘢食，同埋你真係開間鋪，而呢一間鋪係完全唔同咯。紙上去曼谷旅遊指南推出咗啦，大家快啲去紙上旅行 Facebook page 免費下載啦！